留下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听好。哎，你你来都大声点。哎，我伊拢较大声啦，伊本来就是正管啦。对，我伊比拢较大声。对啦，伊无够较大喊啦。我要来分享一下我的开嗓。因为我拢唱台语歌，那说到这个台语歌开嗓的歌，一定要唱做大白的才可以开嗓。大白的呀。陈姐的歌一定是必点的，而且都可以给弄一张开嗓。既然他 Q 到陈姐，陈姐来，陈姐，麻烦你，你请我，你给我谢谢。伊还好，徛这会，伊讲我收了。天佑，我站在旁边。你讲啦，你来徛边，你也感觉就睡觉。哎呀，你小鸟依人呢？小鸟依人，那我好看。好，天佑他说他的开嗓歌一定要唱你的歌啊。对，开嗓，因为我一大把，一马大把啊。哎呀，大节歌，我咧讲大把，那没拢大把，干那看体格就使嘛。体格，即马体格啥？我重要是天佑是足大声啊，对吧？爱个人。你看没睡神哟？不，这个今天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天佑那个心愿是什么？因为陈姐你很丢啊，我弄出也挂开嗓，所以跟那学妹他们姐姐合唱《破浪人生》，可以吗？愿意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唱歌怎么不可以？不是，不破浪人生，这首歌人生很难唱，很好听。这个你也挂。我是知，我知影你有害害人心。重点是你是捌你家己歌呢，你别人歌你唔捌啦。因为家己歌了太侪，太侪别人不捌呢。啊，你听了怎样讲？这歌有听过啊？无听过啊？欢迎二位带来的《破浪人生》。沦落在人生的苦海，拢是天地安排。每一日我拢是认真去看待。因为我爱的人，不是一生的希望。我无体贴，无温暖，我是袂手放。啊，人生的人生的苦。甘苦苦，啊，感情的感情的路，因为有你，伊嫌难过。无论命运春夏秋冬，无论地狱不人成全，成功永远是我一个人，幸福。在人生的苦海，拢是天地安排。每一日我拢是认真去款待。因为我爱的人，付出一生的希望。啊，无得体无温暖，我是袂手放。啊，人生的人生的苦。去唱歌的朋友，他们这首歌真的是技压群雄，挖麦克风连提都唔敢提。我们表伊都唱去上尾迄句，我才知影讲啊，这地我听过。真的很难唱，我就多放哎，而且又有那个气势，谁敢跟你们比呀？很澎湃，所以陈姐的歌就是开嗓必点的歌。所以好，那再问你们，你们喜欢去 KTV 吗？我是还蛮喜欢去的，而且是连录完影哦，之前录明日嘛，录完明日之星，录完已经半夜了，还是去唱，唱到天亮。那我很佩
太无理。这因的起用嘛是胜利脸瓜啦。他不的是，你看还会在那个包厢里假装上在拍 MV 这样子，然后不然就是现场感，就拿歌本当做摄影机这样。然后比如说我们会跟张文琪跟曹雅文他们去，然后他们就会指导我这样。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张文琪生日，阿文德被板中。就是变装趴有没有？对，然后就是有一次张文琪生日，我就说啊，不，我们办睡衣趴，一定要素颜，然后在家怎么样就是怎么样。好，大家说好。就前几天我就偷偷跟所有要去的人，除了张文琪之外，就说明天正常打扮，就是打扮漂亮一点。全部只有张文琪一个人素颜穿睡衣坐捷运来，好丢脸。然后那天还整他。他们年轻人素颜还是很美啦，是啦，只是说他穿睡衣就又做捷运呢，就是故意要这样子吧。然后还戴眼镜，然后戴发箍这样，超好，太好玩了，对不对？看不出来是哇。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去 KTV 的包厢里面，隐秘性够，然后又有一群朋友，一个可以吃吃喝喝又唱歌，多好！你今晚你 KTV 点歌，你点一首，点我写写写。我是负责炒热现场气氛的那一个，因为我歌唱不好，我只能让大家很开心。我相信你可以，对，玩得很开心。好，谢谢二位，谢谢。阿弟阿弟，公耍，公耍，公耍。